究咧，原來無盡已經唔收年噶喎，就趁住呢個機會，同我代表都同大家都做一啲新嘅發展方向先。由今年年初咧，就會成立一間新嘅公司，叫做淘寶文化傳媒有限公司。我哋咧正式踏入多元化嘅發展，就會同過往嘅市民咯，同市公司合作嘅。